即将出场的踢馆 rapper 是来了，我觉得下一个可能要选我们了。我也紧张。JA 芙蓉飞，哦，真是我，飞哥，你们对我有信心吗？加油，有吗？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。我很开心啊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精神力会最好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芙蓉飞会挑谁呢？TT喽，咖喱喽，帅哥说唱喽。他好像要跳舞。我很想看他们两个去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台上对的话会很好看。如果芙蓉飞选我的话，我会让他知道职业选手跟业余选手的差别到底在哪里。我一会回来看着你们都赢。出，开了，开了，加油，飞哥，赶紧啊！如果说在第一场我的表演是得到大家允许存在的话，那我希望接下来第二场是能够赢得大家的认可。